我们现在第六段织完了哦，那一样，我们要跟第一针做引拔。好，引拔完以后要进入第七段，所以一样是一个锁针，好，然后我们从我们的第一针开始，这里，好，第一针开始，一、二。四、六，同一个洞，七，然后再继续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，然后再继续一直织到完这样子。那织完以后一样引拔，然后就会进入第八段。第八段这个只有一个短针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没有再落任何假针，所以你看嘛，第七段是42针一圈，那你第八段就是每一针都一针对一针，好，这样打完也是42针，好，就这样子，好，我们的底部就会完成了。